今天天气好好啊，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啊，还是要送妹妹去做一件事情啊。最近呢，在武汉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媒婆，叫做王婆啊。王婆现在在新州搞那个，反正就是说媒嘛。所以今天我送妹妹过去啊，看妹妹能不能在王婆那里，能不能相一下亲。因为妈老是打电话，老是催，还让我去什么汉口什么相亲公园，我都不愿意去。但是这个王婆还蛮火的，就是最近特别火，来到了武汉。她在的那个地方叫凤娃古寨，离市区有70公里啊。哥，我们现在跑了有一半了吗？差不多吧，有一大半了，跑了40多公里。今天蛮热的，气温特别的高。那个媒婆，就是叫王婆的，可能也是到4、5点才上台。他们说，如果有机会能上台呢，就会暴露在大众面前，可以认识更多的人。但是如果没有机会上台，据说在台下也有很多大龄男青年，微信能加上40-50个，笑死了。好热啊，今天。我这去相个亲好远啊，开了1个多小时。王婆为什么老是在这种深山老林里面待着呀，哥哥？他一般是在风景区里面吗？这哪里深山老林啊？这只是说是风景区，风景区它肯定要有山嘛。就有点偏僻哦，可能是这些景区请他来的是吧？想到他有名，他在这样的地方说媒，很多年轻人都去，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啊、哦。我听人家说，如果能上台的话，他现场给你找一个，按照你的要求给你找一个。开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这个凤娃古寨啊。然后立即得左转。哥哥，你别我们去了，王婆走了。我天，好尴尬，怎么这么门可罗雀啊，都没有人。王婆最近很火的，不是应该有很多人吗？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我不会是被骗了吧？完了，好尴尬，跑了1个多小时跑来。哥，这来相亲相个锤子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是吧？对呀、啊。王婆嘞？她走了吗？不是，前两天我看这里还那个人山人海的，不是今天我来人一个人没有啊？完了完了，我后知后觉，吃啥都赶不上热的。你自己看看。我去售票厅打听一下，你看，王婆驾到，哎，这有招牌呀、啊。你看它上面写的是王婆驾到，端午有约，6月9号到6月10号，时间晚上5点半开启。看清楚，6月9号到6月10号，今天都12号了，你搞纯。可是我昨天看到网上他还在那儿做媒呀、啊，就是网上。搞什么？不是，他昨天还在做媒的，昨天他都没走、啊。你为啥不看清楚嘞？人家10号都结束了，你现在开过来才知道已经活动结束了。哎，你这是搞什么？你这哪知道今天他就走了嘞？开这么远过来，人家活动已经结束了。妹妹，你刚才进去问怎么说的？售票的人说现在里面没什么人，买门票80块钱一张。我说王婆呢？他说王婆已经走了。我说昨天我看到他也在啊。他说昨天是在，他说他8号来的，8号、9号、10号、11号，他在这说了4天没，你都不来，今天人家走了你才来。我说我前几天有工作要忙，今天我正好休息，结果我来了他就走了，好气啊、跑这么远、啊。你真是。啊，要不啥也没捞着，81个人，要不你一个人进去，我在外面等你，你进去参观游览一下。一个微信都没人加的，我进去干什么？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回去。好气呀、啊，真的是。好老虎啊！我穿真好看，我今儿还专门穿了个裙子，结果一个微信都没加上，好啥劲啊！是，我气死了。哎，啥也不是。啊、哦，凤娃古寨啥也不是，呸！气死我了。人家我们现在还在这里啊，一会儿人家来抓你啊！抓我就抓我，啥也不是。我刚才网上看了，网上的票价比他售票大厅便宜些，网上只要58。要不你一个人进去逛一逛，我在外面等你吧。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去干啥呀？我不去，我本来就是奔着来相亲的，结果也没相上，没相上亲，我进去干啥？山水我又不是没有见过山水，我经常看山看水，我不进去。没有王婆的这个景区，我都不想进。真的，他去哪儿了呀？王婆，你快回来！我今天跑这么远，我还穿成这样子，好生气呀、啊！气死我了，啥也不是。啥也不是是什么意思啊？啥也不是是一个口头禅，就是很生气，啥也不是。你在哪里学的这些
这些口头禅啊，网络术语啊，就是比如说吃到一个我想吃个好吃的东西没吃到，就是啥呀，啥也不是，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往回走，往回走跟来的路不一样啊，因为来的都是走高速，回去的时候我不想走高速啊。居然经过了汪集，妹妹你知道吗？汪集这边主要是做鸡汤的。汪集啊，做鸡汤？对，鸡汤很有名，要不我们吃点鸡汤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咱俩去尝尝吧。好，执行。我上一次听说鸡汤做得好，还是咱们去西藏路上经过四川，说哪儿有个鸡什么，一个人挑个鸡什么什么卖。看看多少鸡汤。哇，原来汪集真的鸡汤很出名啊！汪集鸡汤。王氏鸡汤。然后这还有第二家什么吴氏鸡汤。土鸡汤。还有汪太伯汪集土鸡汤，上了《舌尖上的美食》。哇，原来这个汪集真的是卖鸡汤的。好，咱俩去尝尝。哥，咱们往这个深处走一走，看哪个鸡汤做的最地道啊。我们先找一找。这是个小镇，他估计一些饭店都是在那个主要的路口上面，你往深处走了就没有了。真的？那咱们往这回。哎，这有一个汪集老酒纯酿酒坊，纯粮酒坊，粮食酿的酒嘛。哥，我想买点酒，粮食酿的我就想买点。你好，老板。对，我刚路过这儿，看这儿卖酒，我本身也比较爱喝酒。对，你们这都是粮食酒吗？对，都是自己酿的，各种各样都有，那个高粱的、玉米的、谷的、大曲的、小曲的都有。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酒啊？卖的最好的应该是大曲的吧，还有小曲的也都可以。我们可以尝一点吗？如果尝到哪个好，就买哪个，好不好？这是，湖北这边喝小曲。这是小曲，湖北特产是吧？对对对。嗯，气味很重。它整体的味道的话，蜜香味很好。嗯，还可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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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再尝一下那个。啊，你一口喝了。啊，这么大一缸啊！对，因为这个酒可能晒的比较热，它口感有点。哥，你看，你看它里面好大半缸酒啊。嗯，对。啊，这是大曲酒。对对对。你说它里面有醋味？不是不是，因为它太阳对着它晒的温度比较高，喝的口里可能有点冲。你回去拿来放凉了之后，它喝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冲了。它整体的味道都。哎呦我的天！是的，像那个针扎喉咙一样。对，因为它太阳晒的温度太晒高了，太热了，酒太热了，它刺激性比较大。其实放凉了喝，它整体的味道，也很干净的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还是小曲好喝，这大曲我受不了。啊。哎呀，太烈了。你别喝倒了，不好喝，酸，有点儿。你觉得偏酸吗？对，有一点点酸。哦，那你就喝小曲吧，可能因为小曲的它比较绵柔甘甜。对对对，湖北人接受度比较高。小曲，多少钱一斤？这种药的话，可以给你算25块钱一斤。小曲25一斤。可以。来个两斤。那可以，我给你招两斤。称个四斤呗。称个四斤吧。两斤有点太少了。老板给我喝了，免费喝这么多酒，我多买点儿。那就买个四斤吧。哪家鸡汤好喝一些？鸡汤的话，我觉得门头两边的都还可以，都还可以。可以，对对，能在大路上面做的，我觉得都不差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就去。不过那个上面都是好多年做了一批，走了一批，来了一批，最后剩下的那一批。明白了，就是优胜劣汰啊。对对对。哇。妹妹灌四斤。这个就是四斤足足的。OK。四斤足。最终妹妹选择了这个25一斤的小曲酒。那个糯米酒你就没有选择是吧？嗯，天娘娘的，我不喜欢喝。25，妹妹称了4斤，4斤的话100块钱，100块钱。喝鸡汤要不要把你这个酒带上来？带，算了，回去我们叫上小妹妹，到时候一起品尝吧。我觉得今天虽然我没有相到亲，但是我买到了酒，也是一种收获，是吧？也不算白来。走，去喝鸡汤。这大楼旁边有个牌楼，牌楼旁边有一个汪集汤大酒店，我感觉这一家就位置最好。我们去尝一下啊！哎，哥，前面有个汪集土鸡馆，是吧？但是这好像是酒店呢，啊。对呀，这是个酒店，要不是去鸡汤馆吧？要不就是这儿，你看人家门口卖的汪集鸡汤，到底去哪一家？好纠结呀！不知道。旁边也是这样，吴氏鸡汤。
咱们点三个菜，一个土鸡汤，一个回锅牛肉，再来一个南瓜煎，就是那个炒南瓜煎青菜，三个菜够了不哥？哎，够了。又不能喝酒，我一个人喝没意思。啊，够了。咱们就喝个鸡汤，品尝一下美食。刚才我们旁边那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地方，结果里面它就是像酒店一样，嗯，我们就来到它的隔壁啊，它隔壁有这样的桌子啊，有这样的桌子，它那边没有这样的桌子，而且凉快些，它那个酒店对着太阳晒，感觉里面好热的样子，这个看着地道一些啊。哥，嗯，这鸡汤它怎么不是从一个高高的罐子里倒出来的嘞？它为什么是这样子拿上来的？它是倒出来了吗？倒出来，来来来，它已经从罐子，它已经从罐子里倒出来了，是吧？赶紧尝一下，妹妹。然后来尝一下，给我多舀点水，哥，舀点水，我来尝一下它这个鸡汤到底特色。嗯，那我再来一口。哥，它这是个嫩鸡子炖的汤，就我可以喝出来是嫩鸡子的汤，有鸡味儿，喝着有鸡的味道。还可以，好喝，鸡汤的味道也很浓郁，有点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土鸡子炖的那个汤，再做一个火烧馍的感觉。我也尝一下，还有粉丝啊里面。嗯，可以，一尝就是好鸡汤。嗯。甘甜哦。嗯，下次带鸡脖来。嗯。这里离武汉还有多久的？50多公里，起码。南瓜煎来了，看。南瓜藤子的苗子。嗯。我一般都是拿来做汤。嗯。好吃，好香啊。嗯，结果它直接是炒。南瓜藤的苗子。哥，作为青菜类的，青菜它属于青菜类啊，它的口感真是不一般呢，它口感有点特别。香干回锅肉，嗯，回锅肉也上来了，怎么样？嗯，这是湖北菜，都这个味儿啊。嗯，让老板上点米饭，你吃不吃？吃呀。我有点不想吃。那我也不吃了，吃了就长胖了，今天真的要减肥了，最近吃的有点多，感觉牛肉味道真好。今天济公带着大妹妹去相亲呢，也不知道相的怎么样了，小泽也回家了。看看家宝在干什么，本来我饭菜都做好了的，家宝睡得可香了，饭菜拉上桌要吃饭，他醒了，而且你看，他也要看着餐桌的方向，是不是？小泽，嗯，你看妹妹赶饭点儿，他也要吃饭，而且他还看着你我们吃饭的方向在。加班，加班怎么这么会赶呢？啊，你不是睡得挺香的吗？嗯，好，那你坐车车好不好？坐车车，妈妈跟哥哥先吃饭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醒了你也不好好吃。你不好好吃，那我们就吃吧。好，坐到车车上面吧。你家宝坐到车车上面。咦？啊，在家里我们这个盆子就不要了啊，把它放下来，系上安全带。爸爸还给你打电话，问你醒了没？你这醒的刚刚好，是不是？这醒的好不如醒的巧。对不对呀？醒了没？就醒了。我醒得好不如醒得巧，对吧？嗯，你总会卡点醒。哎呀，哎呀，笑了，笑了，还吐舌头了。坐到桌子边来，好不好？坐到我们吃饭的边上，好吧？这个样子。啊，吉姑和妹妹他们在外面吃，然后我和小泽今天晚上就是两个菜。再加上一个凉拌皮蛋，土豆丝炒肉，还有一个番茄炒鸡蛋。妈，我虽然最喜欢吃这个菜，但是我在学校都快吃吐了。那今天中午有没有这个菜啊？
有啊，把那个手扶到碗上。嗯，对。嗯，番茄鸡蛋汤。嗯，好，那我番茄炒鸡蛋，这是番那个是番茄鸡蛋汤。需要的是番茄蛋汤是吧？嗯。哦，那你觉得是番茄炒鸡蛋好吃，还是番茄蛋汤好喝？番茄蛋汤。蛋汤还好喝一些。好吧。嗯。哥。嗯。你怎么还喝汤啊？你平时不是很少喝汤吗？这汤确实还可以。哈哈，你看这一碗鸡汤没有了，就剩一点肉了。下次买个粥去，我们带鸡脖过来喝。好，行，我觉得这个汤还是要新鲜的好喝哦。嗯。感觉打包回去估计都没味儿了。咱们周六周日来的时候再把鸡脖带来吧。这里有几个农庄，我觉得周六周日适合亲子，就带着小德小佳一起来玩一玩。天要黑了，我们回来了，现在是晚上7点多啊，天马上要黑了。好家伙，今天白跑一趟，一个微信也没加上，但是买了一壶酒，哈哈哈哈。这个酒买的还是非常好的。哎，你想小佳吗？你想小佳吗？有点想，有点想小佳了。哎呀，爸爸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们这搞了一下午啊。大妹妹来啊？大妹妹来？大妹妹回去了。她回去了。哎呀，你别说，她让我把她送过去，结果人家那个山寨里面冷冷清清的，王婆早就、王婆走了。哎呦，王婆走了，那最终怎么办了？来，手没洗，手没洗。最终我们回来了，就白跑一趟，对呀，再回来。然后路过汪集，吃了个鸡汤。两个吃货，这事儿没办成，是不是？就知道吃吃吃，是吧？是不是跟我的还没吃嘞？是不是家暴？嗯，好，洗了手给爸爸抱啊。